皇上，我有个重要的事儿，天大的事儿，我跟您说。什么事儿？ 你们把门关上，出去吧。这个，谢皇上，快说什么事儿？当今的太后她怎么了？她不是您亲娘。就这事儿？啊，这是事儿吗？ 这事儿还不是事儿啊！我还以为什么事儿呢。坐。皇上，您真潇洒。当今的皇太后啊，是母后皇太后。我的生母是圣母皇太后，她老人家已经仙逝了。不是，您到底有几个娘？母后皇太后，是先帝的。 正宫皇后是我的嫡母，哦，大老婆。圣母皇太后虽然是我的生母，可却是先帝的嫔妃。老二，是我登基之后才被尊为皇太后的。这下明白了。 不是这事儿就已经好像就不太重要了，啊，就是这事儿就一半会儿，皇上您给我捋，我估计我这脑袋也捋不清楚了。但是这个不是重要的事儿，那什么才是重要的事儿啊？最重要的事儿是，当今的皇太后啊，太后驾到，起来。儿臣给皇额娘请安。奴才拜见太后。起来吧。谢皇额娘。 你怎么去那儿了？不是，皇上，我怕，就是说太后要跟您撂点家常，回头我在这儿不太合适，也我也碍眼。我想着，我说要不然我就，先消失个一时半晌的，等你们聊完了，我再回来伺候皇上。小贵子。 小桂子，过来。小桂子，太后让你过来，你就过来。来，坐这儿说话。皇额娘让你坐，你就坐。坐这儿。谢太后赐座。 刚才跟皇帝聊什么呢？把这孩子吓成这样。我吩咐皇上点事儿。啊？不是，皇上吩咐我点事儿。啊！唉，我身边要是有小桂子这样能干的人，那就好了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，小桂子？ 太感人了，太后那么瞧得起我。皇额娘，您若这么喜欢小桂子，儿臣就让小桂子侍奉您。好啊。啊？怎么，你只愿服侍皇帝，不愿服侍本宫？ 太感人了，太后真是瞧得起奴才。既然皇上都发话了，柳燕，奴婢在，这就带小桂子下去吧。是。这边。哎，小桂子，我不用去了是吗？当然要去。太后如此欣赏你，你就多待一段时间。 好好侍奉他，还不快去！皇上，你保重。那。
你笑什么？我一看你太后，我就高兴。死到临头了，还耍嘴皮子？嗯。